上次那个走那个另一个活动红毯的时候，说你的姿势有点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就那视频挺那个挺好玩的，你看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看就是挺自责的，因为我当时是我那个裙子，它那个材质是要转起来才好看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拍照嘛，转一转，然后反正也都是自己。没有想到就转成那么傻的样子，对不起，碍大家的眼了。